奇葩的拖鞋你敢穿吗？ Hey guys， 上个星期呢，无意间在网络上遨游的时候看到一双榴莲拖鞋。这双奇葩的榴莲拖鞋呢，是我意想不到的，以为它是拿榴莲仿胶给我做的一双拖鞋，没想到拿的是真的榴莲皮给我做的一双拖鞋。300块钱呢，被坑了吗？话说回来，那些贵抽一板早就 out 了，够用就用榴莲拖鞋，让你的老公无处可逃。我先试一下，还没有开始踩，就已经感觉无数颗钉子在扎我。没有私房钱，哇我没有啊，哇别碰别动别动、啊、我真的、啊、你没藏私房钱啊，我真的没有藏，我真的没藏私房钱啊，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